实在就是 SUM。 大家好，我是屏东政大汽车建国店的小梁，今天来跟你介绍这台2018年的 Skoda Fabia Combi。这台2018年的 Skoda Fabia Combi 目前公里数是21644，方向盘有快控键，还有快拨键，还有我们最主要的 Apple CarPlay。 这部车是免钥匙启动功能，可以看到后照镜的部分电动调整，还有电动窗及头灯的选择部分。现在来介绍一下引擎室的部分。2018年的 Skoda Fabia Combi 是 1000cc 的，它的马力有110匹，平均油耗高达 19.9。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台车已经做了认证，引擎室非常的漂亮。然后这台车现在的售价是578000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请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。实在就是 SUM。